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是个有鼻音的宫女，来追我啊，老爷！噔噔噔噔噔，海丽那个国文小教室，噔噔噔，他没有任何波感，他要压着，耶，这个地瓜定在墙上要压着吹，有什么差别？大家好，我是海丽，欢迎来到饭店挑剔。大哥，我以为你要卡盘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海丽，欢迎来到饭店挑剔系列。今天我们要来台中和平区有一个骊山宾馆，是人家号称说便宜版的圆山饭店，而且里面内容物没有亚于圆山饭店哦，因为这个骊山宾馆跟圆山饭店是同一个设计师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便宜版高 CP 值版是不是跟我这个小子女的形象很符合？但是我原本想说想得很容易啊，就请安琪帮我订房，准备去入住的时候发现说，哎，骊山宾馆很远呢。我们刚刚是从南投那边来，然后路程差不多就要快4个小时，然后他是要从南投这边清境山下这边上去，上清境下清境才到得了骊山。现在我们路程还剩下2个小时35分钟，就是1公里的山路。安琪现在光用想的就晕，他是晕车王。我们这样定下来一个房间多少钱？安琪失忆。一个房间是早餐，然后还有晚餐，4400。4400，然后是双人房。双人房，走吧，就上清境，等一下沿途找东西吃。我那里竟然乍看之下，我觉得那种还是蛮简单的，像是中式的跟粥啊，然后甚至有一些菜，他们可能今天那个平日他们有接团客，所以菜几乎要被吃光都没有。就是有一盆是高丽菜，一打开空的，空的，然后另一盆花椰菜打开剩3朵，就觉得他开始看的观感有点欠佳。那其实仔细看，就分布的很多里面，边边角角什么还有。热热的就非常不错，因为其他的应该跟其他差不多，主要是它的蛋炒面，不然有点好。我们期待是那种是脆到咕噜的够满，它就是软软的，就够完我觉得很好。那对着面的汤，真的可以为你在这个2000公尺高的高山上得到一份温暖，一点点温暖。现在从早餐的餐厅这边移动回房间，然后呢，我前面有讲到嘛，这一间骊山宾馆，它是很多人说它是比较高 CP 值、比较便宜版的圆山饭店。确实，它跟高雄圆山、台北圆山，然后骊山宾馆3间，他们是同一个设计师设计的，所以可以看到这边是那种古风啊、中古风的那种建筑，是非常类似圆山饭店。但是我刚刚发现一件事，安琪怪怎么你会不会念这4个字？可恶，如果我国中的话我就会念。你现在念快点，安琪你现在念，安琪你现在念。什么平手抵足啊，平手知足，噔噔噔噔噔，海丽那个国文小教室，噔噔噔噔，这段会剪掉。平手知足。回来房间了，经过重重难关，因为我们从餐厅然后走在房间中间，没有任何电梯，他在爬楼梯，所以这边也是提醒小朋友推推车、年长者坐轮椅的人，自己斟酌考虑，都是走楼梯的。我今天跟安琪住的是双单人床的房型，我们总共付了4400元，这个价格我觉得算起来还可以接受啦，因为他包了2餐，但是还是偏贵了一些些，因为呢，房间真的不大。一进来有些置物空间之外，走到这样，然后旁边这里的走道，我睡这个床嘛，这个旁边的走道是一个登机箱比较大开的高度，所以就是
这里的走道其实不太能运用到，然后床呢有点硬，我觉得是偏硬的，这里就布置的比较温馨一点。来看一下主帆布，有一个椅子，然后那个算蛮大的梳妆台、梳妆镜，然后还有灯。但是这里呢，我就想说，我昨天在翻这个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哎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是安琪昨天化妆的粉底卡住吗？安琪说没有，原本是这样。到底在看吗？很有味道，很有味道。然后厕所一走进来，蛮方正、蛮明亮的。马桶就是一般的马桶，很冰。但我会希望李湘宾馆拜托你们加免治马桶，因为你们这里真的很冷。刚刚我们看一下那个早上9点10点哦，太阳出来，户外温度只有10度。我们从晚上来，大概只有7度，所以天气真的很冷。我觉得有加免治马桶，坐上去温温热热的，真的会让顾客更舒适一点。这边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。然后旁边有一个，它叫做干湿分离，我自己弄了一块区域，就这样。所以我昨天洗澡的时候洗一洗，然后把莲蓬头挂在这的时候，水还是会往外喷，所以它没有做到彻底的干湿分离。然后有一点，我自己昨天也是很后悔洗澡，因为呢，就像我说的，这里真的很冷。然后我正在开热水的时候，我一样挪到最右边，热水一打开，就哎，好不热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让它热一下，等了大概3分钟，还是很冷。然后慢慢弄，等了大概8分钟，热水才真正完全的热。洗手台说，我觉得它的脸盆蛮大的，蛮实用的，我在使用起来水都不会往外溅，还不错。然后备品的地方，它是弄那种小袋子装，里面东西也算齐全啊。然后都有做他们特别离山宾馆的设计，这个地方就有用心，而且他们就连打开的方式都有琢磨。他们在这里，大家看得到吗？都有压纹，所以如果你要开的时候直接拆开，就可以很完整的取出内容。哦，这还不错，我就觉得。你看这地方就是有小巧思，有在设计，嗯，对，就是蛮贴心的啦。这地方也是给你个嘉奖，很老派，很老派。这样的房型，这样的早餐，然后大家应该也是类似中式的午餐，一个人2200，然后一间双单人床的房型4400，你觉得价格 OK 吗？费用 OK 吗？我觉得在高山上 OK 啊，但对我来说还是真的有点贵，加上说来这车程很远。我们昨天是从南投来，南投我们到清境，然后在沿途开了整整快3个小时的山路哦。那个山路长这样，给大家看，就很像大长圈回路。那个山路开2.5个小时来这，真的很痛苦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会觉得，除非下次我是坐别人的车啊，不然我回来自己开太累了。安琪，拜托去考驾照，拜托。好看。